出发。我们今天要去集中营。现在做就是有点像一日游那一种，然后我们要去就是一车这样子去集中营那边。餐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Yeah, 我是起司的。然后我们是吃 ham， 我们是 ham 火腿。嗯，接下来要一个小时的到博物馆里面，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先吃一点。我看到你不喜欢的东西了。嗯，我是吃起司的，然后里面有一点生菜跟一片小黄瓜，然后这个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水，有饼干，然后还有一个苹果。那我还有一颗糖果，不知道有没有找到，还蛮丰富的。
different colors are. They have about color scale, but they have various colors. Remember, here what he was a person, each group is a color. The color target has to distinguish this color. For example, Paulson Jules. The super tree. So, I don't know what you do. I am super tree.毒气室。Thank you.
到第二个音区来了。好，你开一下，我帮你开。是 Main Gate， 这里是 Main Gate， 然后这边哦，太阳太大了，就是有铁轨，铁轨就是从那里这样子开过来，然后就进去里面，然后这里面，我看那边就是有一些平房，是就是关那些德军所谓的囚犯，没错。这里是大门，那个火车这样开进来，下车进去这样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要第二个tour了。我们现在走进来了。那个铁条会通电，然后这边是女生，那边是关男生之类的。女生后面女生，这边男生，然后就是，所以每天都一成不变，然后这样就是像这样，然后很多可能犹太人就会就是受不了，然后直接就是跑过来，然后自杀，因为这位同店就被电死。是运输人的，然后可能从那里过来，或者是从这里过去，或者看什么方向。然后他说，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一趟过去就没有再回来了。那个大门，然后叫做 Gate of Death， 就是死亡之门。这边是女生的，女生是那个房子是大多是砖头，看起来，所以比较没有被烧掉。然后这边是那些一根一根烟囱，是他们保暖的烟囱，不知道有没有功用啊。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进去那个房子嘛，它是木造的，所以因为就是后来就是一间可以容纳，应该不是说容纳，是塞600个人。那一间其实没有很大。然后就是他们很多都是可能就是肠胃不好啊，然后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，所以你可能睡上铺了就会忍不住就会直接上，然后下面就会被滴到。没错，
对，它这边的因为是木头的，所以都可能烂掉或是不见了。然后，刚刚我拍到的上下铺，它是重建的，因为木造的嘛，对，比较难保存。这些旗杆缅怀区，这些是后来建的，来缅怀那些过世的人们受害者。刚刚我们从这边走过来，然后就是这边是骗他们是洗澡，然后告诉他们就是去找你的编号，然后其实就是一个毒气室。这边是毒气室的这个可能是那边走过来，看一下这是什么。逛完了，从大概
11点多，然后现在快要3点了，大概3点。那个这边是一趟非常非常值得的一趟。How to say？ 旅程，没错。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身心灵的两趟旅程。对，可能回去再恶补一下当时的历史吧。等一下要坐，也是坐1个小时多的车回到克拉克夫，对不对呀 ，Catherine？ 没错，错，值得的，真的，一趟旅程，嗯 ，OK， 值得发人深省，对，赞，好，那就晚餐要去，晚餐要吃那个。市集，对，耶，1、2、3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我们来到这个是卖蛋挞的，然后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很多蛋挞。我们买了蛋挞。有一间很少女心的房子，来喝饮料。这个 D 小姐 ，Miss D。我们刚买完这个，我买了芋头牛奶，里面有珍珠。我买抹茶，然后上面是，我们的上面都有奶盖，对，咸咸的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老城找那个卖面包圈的阿嬷，错。我们刚刚，买了这个阿嬷的餐车，它是就是那个面包圈，然后，现在天气很好，这个，然后昨天的中塔。Thank you.
里走过来，然后卖些琥珀啊什么的，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。但是因为已经要到复活节，所以很多摊都提早关了。哦，这边更大了，一个更大。不知道是啥，好像是，看起来是感觉是很里面有好像是很高级的东西，是 Max Mara 妈的爱。看一下这边的款式，看起来是流行这个粉红色的部分，还有水果风，然后里面有个这种。里面的话，这些。这边是我们从 A 区走回来了，从那区走回来之后，这边也是就是很像一条街这样。糖果店。好酷哦，糖果店。对，还有那个蛋白糖，好巨。我这里面有。你们走过来。
光泽的黄。为什么不会讲 bakery 呢？为什么不讲 bakery？